亦都係咧係好都係恭喜啦，係嘛？你有機會咧去接觸天意。好啦，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就係天意嘅同學咧係啱啱接過咧校長嘅委任狀噶，請所有嘅領袖生俾掌聲支持鼓勵我哋天意嘅團隊。阿依吧，而家冇嘢做啦，不如我哋去打波啊！唔得啊，我哋仲要派公民教育组个宣传啊，行快啲啦，唔好要人等啦。唉，乜咁多嘢做噶？咁你能者多劳嘛。喂喂，你识唔识佢哋啊？吓，我唔识佢哋喎。前面嗰个好似叫做阿叶，佢好犀利噶，佢又做领袖生，又系公民教育大使。又是排球队啊、羽毛球队啊、乒乓波队的主将，而且他年年都考第一的。这么厉害，那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好像叫子慧，听说他都很厉害，他年年都考头十名的。哇，好远啊。当然远啦，我们的成绩和他们还有一大段距离啊。不是啊，我们只是挂着说，还要帮他们拍上学威龙的宣传的嘛。他们现在走到这么远，快点追上去啦。全級仲第四添啊！喂，你點啊？你考成點啊？喂，做咩啊？冇嘢啊，幫 Miss 執嘢啫嘛。都話冇嘢咯。好像我們這樣入到